好了，今天姐姐你要开箱，这个是胡池屋的洋芋片啊，这个叫纯粹薯。哦，那它这个是盐巴口味，好吧，打开。我不会打开你那个。好，那我打开，打开了。那里面的话有这么多啊，这么多。你不要再玩了。好，姐姐分给弟弟吧，弟弟想吃。这个这一包都超大片的哦，这个洋芋片都超大片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片可以到多大，而且又厚。这个是小片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大片的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又很厚，超厚的。好，给弟弟。好，那给我。这片也很大。超大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很好吃啊。一直玩的游戏就是看谁拿到最大。好恶心哦！不用了，因为你只要用手就感觉。好恶心哦！怎么啦？好恶心。怎么说，弟弟？很恶心的。是吧？我不要吃，很恶心。好，那给我吃吧。给你啊。很恶心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很恶心的。好吧，姐姐吃这样就好了，学校爸爸吃，好不好？吃。好，学校爸爸吃了，不用。我吃四片。吃四片就好。